澳洲的，就是肉特别嫩，然后很漂亮，这个都是里面都是油花的。所以牛红烧牛肉面的肉都用这个？我们所有牛肉都是用这个，没有分，就是用这个好的肉。但有的店他要用那种什么牛热条、牛对，它那个肉价钱就差这个差快一倍。牛腱心这么贵？牛腱心最好的肉啊。是哦，就做牛肉面哦，腱子来讲，因为腱子它有分牛腱心、前腱、后腱，对，花腱，哦，它最好的就是这个腱子心，对，第二好是花腱，我们这也是用花腱。那你像外面菜市场在卖那种什么，用这什么前腱、后腱，那个都是比较有差异的，肉会老，这个是完全不老，它里面都是筋啊分布在里面，吃起来啊非常 Q 弹。对，不会吃的不会塞牙口。腱子筋就是一只牛里面有四条。其实我上次自己去 Costco 都有买牛腱，我以为它是牛腱心嘛，我都以为它算便宜的牛肉，我不知道。哦，牛腱，因为我就直接炖煮来吃，我都觉得哇，好好吃哦。对啊。啊，牛三宝是什么？也有包含这个，对不对？目前没有三宝，我目前没有做三宝。我说外面的。啊，对，三宝它是这样，一般有些是牛肚、牛筋，再加牛腱，或是牛肋，不一定，就是它三种。那你们双宝是？我们双宝我们也是这个肉跟牛肚。哦，牛肚还不错。对的、啊，那之前我们有卤牛筋，但是牛筋有些人他不吃的。嘿，软的。对，有些人很爱，有些人但是会怕。像有些女孩子吃牛筋她会怕，软软的这样子她会怕。那你们这店开多久了？去年才开的。那你怎么那么厉害吗？那么快休息半年，还可以休息半年、啊。人手不够了，然后那时候我还有另外一家店，然后这边人手不够。哦。然后后来我休半年，然后我就今年正好九月份，就参加比赛的。对，蛮幸运的，得到第三名。那你自己当厨师经验已经很久了。哦，大概30年。那之前做的菜是什么菜？最早是做台菜。台菜，对，就是海霸王。我最早是在海霸王当学徒，然后后来一路就是川菜啊、日本料理啊、泰国菜。我要在那个台北知名的、台湾知名的最大连锁餐饮泰国菜集团华城啊，我要在那边服务过。你可以做了吗？还没。给你做，他拍你，我做给他看看。它这种好的腱子心牛哈，腱哈，腱子心肉最好的一个优点是，它不像一般的那种什么腱子要卤很久，对，很贵啊，至少卤个一个钟头，但这个很容易就卤软了，因为肉本身品质好。了解我意思吗？因为一般那种牛腱啊，它很硬嘛，它什么前腱后腱，对，它是比较硬的，所以它相当于要至少卤一两个钟头。那这种好的腱子心哦，它不用卤那么久，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太韧，就是没有那么的韧，它的筋啊什么都是很 Q 弹的，所以它不用说像一般还要熬个一两个钟头，它这个不用。它这个肉现在已经很软嫩了。那你觉得一碗很棒的、最棒的牛面，最重要是什么？汤头。哦，肉啊，汤头啊，是最重要的。那面条的话，当然也蛮重要，但是比较重要还是牛肉跟汤包。本身肉的食材选择，选用这个肉的部分。再来就是在熬制汤头的部分，那调料的部分就各家有各家的配方嘛，但是最好的
第一优先还是肉的选用，再来就是汤头的火候的掌控，最重要的掌控。基本上这两项如果控制好的话，对，你要把面煮的难吃也很难，对。那不用像一般人家说，哎呀，要用什么？牛大骨要熬汤什么什么？哦，牛大骨它基本上它是那种下脚料啊，等于说那个弃之不用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啦。那最重要还是肉本身它有胶质嘛，那个牛腱心里面都是布满的胶质，你的胶原蛋白要从这边来。你像牛骨哦，它里面主要是把那个，因为牛骨基本上来的牛骨哦。他都已经把肉剔得很干净，对，他只有熬出它里面的骨髓那个部位而已。你有没有吃过那种腥的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只是熬出那骨髓，我知道。然后把汤熬白，但事实上其实说真的，说营养成分也没有很高了。再来，你说那个汤喝起来有口感，没有口感，它没有胶质。所以你们的汤都怎么做？我们汤就是用腱子熬出来的汤，这么熬锅全部都是有多少？所以说很多客人要加汤，我没有办法加汤。因为这是固定的，难怪你会得奖。哦，没有啦，其实得奖，因为我上次去吃那个刘山东牛肉面，有没有？他也是说，哦，大家说我汤头很香，因为他也不太用牛大骨，因为他直接用肉啊。对啊，因为就是成本。对，所以因为你要知道牛骨哦，本身有一个缺点，它一公斤来也是不便宜哦。但是熬出来那些第一个骨头你要丢哪里？就是你在丢垃圾厨余的部分，你就很伤脑筋。对。那我是认为说，我倒不如多花一点钱，用好一点的肉，然后用好一点的肉去熬出来那个汤头，去更浓郁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我浪费时间去熬那个牛骨，其实事实上是也是没什么意义的。那你说那些店家，有些人可能是，第一个可能是成本考量，第二个可能是噱头吧，或是有些人是迷失啊，在熬汤头的部分上面。但是我是认为啊，如果传统的熬那种猪大骨哦，那猪大骨就真的是。有那个香味，对，牛骨其实是没什么意思。你像如果日本拉面，哇，那牛骨哦，牛骨汤哦，那真的没有牛骨。那香很奇怪，相比较之下，为什么我就觉得很奇怪？为什么牛骨熬不出来？有可能是因为肉处理得太干净。其实要你好的牛大骨，它本身还是要带一点肉，跟带一点那个骨头之间的那个韧带啊、筋膜在，哦，有那个胶质，其实熬出来应该牛骨也是很香。只可惜，因为我们台湾现在很多进口的牛骨哦，对哦，基本上肉都是处理得很干净，所以它来的骨头几乎没有什么价值，没有什么利用价值。他得奖以后生意有没有？好很多，其实也差不多嘞。不会因为这样吗？是有啦，但是你说，对生意有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，其实也还好。真的吗？当然得奖是会有些人慕名而来啦，看着报道啦。对啊，会想来吃一下。会来尝味道、啊。但是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帮助肯定是有啦，但是你说要让整个店啊。整个大改变什么？我觉得还蛮难的，应该不太。因为第一个可能是我们开店没有开很久，那很多人还是没有不知道我们这个店。啊，你像很多得奖的啦，哦，他本身他是老店，他又得奖，哇，那个就更有加分，整个有那个怎么加分效果就很感觉很明显。那像我们是觉得是有啦，有帮助啦，不能说完全没有帮助。那像这个处理下来的油哦，这个也不能丢掉，这个也是要拿去熬汤。对，熬了之后把这个香味，因为本身它有油脂嘛，这个肉本身好在哪里？就是本身它很香，不像一般的肉哦，那个油脂熬出来会臭。它这本身旁边有带一点筋膜的油哦，熬了之后更有那个肉哦，本身会有一种牛香味。这一碗好的牛肉面不好做啊，还要这样一刀一刀的切。像外面也有很多店家，他都是叫那个工厂哦，
那个那种做牛肉的贸易商帮他肉都切好，冷冻哈，机器就把它切过了。我这个是都是自己切的。然后这个还没有处理好，这个等一下还要做红烧，还要再泡一下那个，再泡煮一下红烧的那个卤汁。你是要吃清炖的还是红烧？红烧。红烧。当然要吃你们得奖的。不过我现在之前那一批是花剑，现在这个是剑子青。如果你要吃这个肉的话，我建议吃清炖的。对啊，因为这红烧来不及了。你们平常是几点开？我们中午就开始了。他不是有休息？我上次有一次想说经过的时候来吃。哦，中午有2点到5点是休息。所以你是现在是建议我吃改吃清炖这样？对，你可以，因为这个肉已经很软很。好啊好啊，我吃清炖啊，还不错。可以改吃，不然这个肉不是这个切法。不过你要吃得奖是红烧了。我知道啊，我刚才有问他。对，不然还是你先吃红烧，不然我怕这个肉有些。好，那就吃红烧好了，反正下次再来吃另外一个。好好好